你终于醒了呀，执行官大人，机器人的入侵日益严重。现在就来平衡一些强力的雇佣兵吧。这可是矩阵世界里强力的输出型雇佣兵哦，让我们一起踏上冒险的旅程吧，带上伙伴们一起战斗吧。过关就可以获得很多奖励哦，当收集满一定数量的英雄碎片，就能合成英雄了。英雄对英雄升级，可以使英雄的属性得到成长。快给英雄穿戴上装备吧。在副本中可以获得大量材料来培养英雄，想要获得强力的雇佣兵吗？那就去聘用吧。그쪽이사장님이야?반가워.얼마나볼진모르겠지만수당은확실하게계산해줘.快速战斗能立即获得收益哦，可以激活特权提升次。让我们继续探索这片大陆吧。一起去看看怎样启动我们的母舰，不但能加完成简单的任务，就能使母舰启动了哟。来瞧瞧挂机时间里出了些什么好东西啊。